雪人在哪里？雪人在哪里？不是，他拍得到雪人。雪人在哪里？雪人在哪里？雪人。好棒啊！麋鹿在哪里？麋鹿。好棒啊！圣诞老公公在哪里？豆豆。你说圣？蛋。老。公公。袜子在哪里？袜子。袜子拍拍拍，亮亮亮亮亮。铃铛在哪里？铃铛。铃铛好棒哦！麋鹿在哪里？麋鹿。好棒哦！花圈在哪里？花圈，花圈在哪里？下面，下面。拍，拍拍拍。你说花圈？花圈。好棒哦！姜饼人在哪里？你说姜饼人，好棒哦！礼物在哪里？物，礼物在哪里？礼物，礼物在哪里？对，好棒哦！拐杖糖在哪里？拐杖糖，拐杖糖，糖糖。那你要说拐杖糖，它是不是拐杖的形状？他你有教到他做过拐杖，你忘记了？他知道，咯咯咯咯咯，在路上，在地上这样子拿着一个棒子，像老人家走路一样。它是拐杖形状的糖糖，叫做拐杖糖。紫色糖糖。对，好棒哦。那个黄色糖糖，紫色糖糖，蓝色。花圈在哪里？糖糖。啊，妈妈烤过花圈，忘记了。啊，球球在哪里？阿瑞，阿瑞，球球在哪里？球球比较高，阿瑞，球球在哪里？拍拍拍。拍不到，救！小球在哪里？对了，球球是下面那个。对，好棒，还有一个绿色球球嘞。那是雪人，绿雪人上面的绿色球球，姐姐手指给他，他拍不到。拍拍拍，好棒哦！再来最难的要姐姐抱抱。圣诞树在哪里？点灯了哦！圣诞树在哪里？姐姐把他抱到去撸墙了。圣诞树在哪里？哦，这样姐姐也会摔下，好恐怖！快怕！姐姐，你在下面把她脚脚让她坐在你的那个膝盖上就可以。好嘞，圣诞树在哪里？赶快拍拍拍！她很害怕，我快摔下来了，姐姐啊，整个拉下来。